草原上的这个早晨啊，天气比较寒冷，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快点洗，别感冒了啊，就速度越快越好，但是一定要洗干净。我说开始，咱们就正式开始啊。好，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预备。开始，开始，这就开始了，好突然！我有点无从下手，你着急。Let it go。自从你出现，要洗得干净哟，我觉得挺干净的。这脑袋被烫着，屁股还没烤着，你知道吗？人一蹲下，屁股热。